Hello， 伙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禹兮。介绍一下最近两部戏的角色。一个是韩烁，一个是周时运。最近两部戏都关注度很高，对于观众这么喜爱你的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非常感谢大家很关注小丁的戏和角色，以后我一定会拿出更多角色来给大家看。最近忙碌工作的同时，你花最多时间思考的事情是什么？如何拍出好看的时尚的照片？那你最近比较常做的动作是什么？就是捂住我的嘴，然后再笑，比如刚刚那样。身处热度的你在网上评论有很多，如果看到不好的舆论，会怎样消化？其实我可能有点后知后觉，没太看懂。我真的因为有些时候的那个缩写和什么的，我会需要问一下别人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就还可能没有太看懂，对不起。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，那十二机少年还有时间在网上冲浪吗？会刷刷微信，回回消息。微博还会经常去窥屏吗？我窥不窥屏你们不知道吗？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什么？把新华字典拿来，把所有的好的词儿全给我码上。那脑海中想到形容自己好的词是什么？形容自己好的词儿这么狂妄吗？现在没有啦，就是觉得好的词儿就可以，就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你真的举例，其实你对于选剧本的角色有比较倾向的吗？就看到觉得感兴趣喜欢的，我会觉得非常想要去争取。那最近有没有特别想要争取的角色？当然有啊。是什么样的类型呢？人。那我们红麦的采访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多问一点嘛，多问一点，你们还有多，没事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香蕉？因为它里面能补充钾。对，它能非常快速补充钾。最近有什么新的歌单？有一个新的歌单是那个。天涯何处觅知音。我列阵在东，回风人是沙。我列阵在西，是鬼魅鸣沙。我列阵在南，手心的月发。我列阵在北镇，长城无涯。如千古未有，看长安落花。空半覆莫开，坐如山不塌。正红烈妙身，三成云殿下。谋士笑一战，知行成天下。我最近被这首歌洗脑。红漫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禹兮。未来的路，希望由小丁和你们一起走。